道路喜欢的女领导当我一天女朋友。那个过来一下呗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啥事儿？那个你多长时间没处对象了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不是，我不就闲打听吗？你看你那严肃干啥？我以前没事打听啥呀一天？啊？你工作做完了吗？哎呀，领导，现在不是休息时间吗？你看大家都没干活，那也不行啊。别那么扫兴行不行？咱玩个游戏呗。啥游戏？哎，你别管啥游戏，输了当我一天女朋友，行不行？哎，这么多人啊！不是，这么多人怎的了？我不就咱休息时间玩游戏咋了？我说的是这一句吗？我就让你当我一天女朋友，而且输了才当，你也不一定会输吧？是吧，经理？那你求求我！求你？你就看我一个大老爷们求你？你想不想玩吧？求求你了，经理。说不玩啥游戏？你先把两手的手指头都伸出来了，干啥啊？你信不信我能给你查出来11个手指头？这咋可能啊？一共10个，你怎么查11个？那你别管，你玩得起不吧？我肯定玩得起。你玩得起是不？来，两只手伸出来，别动啊！我现在开查了啊！来，一根对吧？两根，这三根先放一边，那个拿出来，来，4根、5根、6根、7根、8根、9根、10根、11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吧？干啥呢？啊，那你别管。你怎么查出来11根的？你别管，那跟你没关系。我是不是查出来了？而且我也没错吧，对吧？行，但是我有个要求。啥要求啊？具体哪天得我来。但你不许那个弄虚作假啊！想啥呢？啊，还有一个啊，那天记得穿好看点啊。啥叫好看的？那你。哎呀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。